莲芝卡轩绿森林清水公园每年暑假都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玩水。为了提供民众更友善多元的游憩设施，花莲县政府争取到花东基金挹注7500万元，要进行芝卡轩绿森林清水公园园区重塑改造计划，要设置5个主题共融游乐区，在3号下午举行动土典礼，预计在明年儿童节前就可以完工亮相。位在捷安乡的花莲芝卡轩绿森林清水公园，花莲县府自去年9月起陆续办理多次地方说明会，整合民众需求，希望以共融公园方式重塑芝卡轩。这次透过花东基金挹注7500万元，将进行芝卡轩绿森林清水公园园区重塑改造计划，3日上午举行动土典礼，期盼满足各年龄的需求，以 Play for All 概念全面改造现有公园游戏场。第一个，我们并没有新的硬体的建物，而是用融合性的整个这个共融式的公园的理念，让这个 all in one 在这里。那很重要一个，还有因为这本来就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花这个防校以及我们的这个育苗中心，所以我们也把育苗再加上我们的保种，还有我们的这个生菜，野菜学校的概念把它加进来，所以在整个这个我们在这个部分的建物里面，未来会有个保种，还有一些这个跟亲子之间的实作，然后另外推动我们的野菜学校的概念，然后跟我们的美人山是相互呼应的。整个地方来说，其实没有非常大的硬体的改善，没有非常大的一个这个做破坏性的建设。二，我们把整个这个水的绿廊道的部分，从这个湿地区然后沿着这个整个绿廊道沿着这整个树，然后这个我们这个水廊道是穿梭在这个树与树之间，然后绕过了这个我们有一个大的平台，然后之后再绕道回来我的家所以这整个从我们的水路的部分一直穿梭在整个我们芝卡轩的这个北岸的部分，所以未来整个芝卡轩会比较有一些灵动比较柔软，不会像以前是防校然后直接改变所以我想这个是一个比较突破性的，也我们希望芝卡轩能够纳入更多元素进来，也让大家进来以后非常非常的舒缓，非常的舒缓，然后愿意停留下来在芝卡轩。设计公司专案经理朱永华指出，未来将重塑5个主题，分别为荒野冒险岛、魔法音乐盒、有机绿母园、生活天空树及回来我的家。施工期间以不破坏园区为原则，树木尽量移植保留，并增加至500种植栽。整体工程预计在明年儿童节前完工。施工期间，公园仍开放民众休憩使用。记者蒋邦彦捷安乡报道。